认识自己，找回自己，给自己一个空间与机会。无论如何，不要放弃自己。自己的路自己走，自己的戏自己演，自己的命自己活。除了你自己，没有谁能代替你。自己也是自己的良友、挚友、损友，由哪而发，由心而定。生活不需要比别人好，但是必须把自己的生活管理好，过得好。弘扬慈善精神，就是人人把发自内心的爱付诸点滴的行动，共同营造全社会互助互爱、团结融洽的氛围。这是一种达则兼济天下的旷世情怀，是一种为天下立心、为生民立命的精神追求，是一种大道为公、善治天下的人生态度与价值。感恩父母，孝顺父母。亚圣有云：孝子之志，莫大乎尊亲；尊亲之志，莫大乎以天下养。父母把每个人带到世间，这是最大的福报。不论家庭贫穷与富贵，感恩父母是最基本的人生光明与美德。都说宰相肚里能撑船，确实说的就是那些肚量大的人。量大心中充满别人，量小心中装满自己。你是那个量大还是量小的人呢？一起打开书本，天下多少事，都付笑谈中，来寻找真正的自己。